今天要谢谢顾总请客吃饭了。不客气，你是宇轩的朋友，这都是应该的。对了，过几天是沐雨的生日，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玩。对了，沐雨还特地叮嘱呀，要带你一起。啊，没有想到我居然能跟明星成为朋友，还能参加他的生日宴会，人生巅峰啊！ 而且我还听说，有一位海归的美女画家哦。对，沐雨邀请了她很多朋友。服务员，来一杯绿茶。你这是。 醐灌顶，这是御前龙井，请慢用。谢谢。顾总，您尝尝这茶正不正宗？芽长于叶，色泽青绿，汤色偏深。 滋味略苦，这算不上是好茶。没有想到顾总对绿茶了解的如此透彻。不过，就算再顶尖的绿茶也姓梁，不适合顾总。顾总也不能多喝哦。多谢提醒。不过，我更喜欢这醉人的酒。 绝不喝茶，多吃点。白心，嗯，高手啊，男人嘛，就要多敲打敲打才行。宇轩，来，多吃点。嗯，宇轩，你最近都瘦了，多吃点。知道了，你们也多吃点。 老远，你看啥呢？啊，没看什么。虽然你上次确实为杂志救了场，但是你这大早上的就心不在焉，小心到时候林总让你收拾东西走人。还没收拾，就已经被开出去了。李总导。 林总，我有事儿想跟你说。姐姐，我帮你吧，小心烫。不需要。还有，不要再叫我姐姐。你听我说，其实这周六那天……工作以外的事情，我没兴趣。林总好，一会儿我找您确认一下下期杂志的几篇稿件。 两个人这么快就闹崩了。
林总，我有工作向你汇报。姚远，你在这儿干嘛呢？小曼，我们公司的实习生都这么闲吗？好的，林总，一会儿我就为他好好安排安排。姚远，你没听到林总说你很闲吗？还不赶紧走，赶紧让吴老师把那些新的图片什么的全都发给你，赶快 P 图去吧。姚远，你照片修完没啊？哦，快了。你抓紧时间吧，等一下得去棚里，那边有两个模特要拍摄，现在人手不够了，你去安排一下后勤工作。哦，好的。3、2、1，哎，笑得开心，好，表情自然一点，自然一点，哎，漂亮。来，换一组，换一组。低一点，哇，这个好，好看，好看，哎，特别不错。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你会什么呀？啊，摄影方面的都可以。那你就拿着扫把去旁边候着，一会儿拍摄完你的照片，该打扫的地方你去打扫。打扫？怎么不愿意啊？不然你想干嘛？直接拍照，我告诉你，我就是从打扫卫生开始的，这是给你机会。还愣着干嘛？赶快去呀！行，不错，笑得开心一点，来进行特写。OK， 来，我们准备撒花瓣，来准备好，1、2、3。再来一张，漂亮啊！这张漂亮，再来一张。好的，好了，帮你休息一下。下一组做准备。哎，这个花瓣我们还要用的。你们统筹说了，咱们的道具要节约，用手剪。什么？我说用手剪。你要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去问你们统筹，好吧？赶紧剪。行。快点，快点！来，下一组模特。快点，快点！好，站好，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姿势。那谁？撒花。我。对，就是你。一会儿。我说到三的时候，你就撒。准备好。哎，对了，这个怎么撒呀？毕竟刚刚不是我撒的。现在就是让你撒，撒花的要求就是撒得好看，明白吗？行，快点。好，准备好，来，1、2、3。你这撒的什么呀？一点美感都没有，能不能行了？不是，开了。那个模特一直没到，所有人都找不到，而且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拍。什么？你让我明天拍男女搭配的照片？嗯，那不可能啊！我明天还有别的安排。那怎么办？你请的模特放我鸽子，你让我现在怎么办？我请的是不错，但是我介绍给你了，这个事儿就得你负责，你不能把这口锅甩我头上吧？凭什么呀？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今天都别拍了。不拍就不拍，看谁损失大啊！我告诉你啊，我是个独立摄影师，不是你们 TB 的员工，你们林总也犯不上来教训我吧？什么玩意儿？你
那个，我可以吗？你是咱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实习摄影师？哎，对。啊，就是请顾延成救场的那个。你好，我是姚远，那个举手之劳而已。哎，不是，我觉得你这形象一点也不比顾延成差呀，完全可以当男模。你要是能愿意过来帮忙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今天这拍摄不能够顺利进行的话，进度要延误，而且这一天你看多浪费了，估计最后啊林总还要把我训。嗨，没事儿，我也是怕公司同事们白白挨骂嘛，还有就是为了林总和公司也是应该的。对对，凯文来。听好啊，男模特找到了。就他？就他呀，我们这期的杂志主题叫做花期，他的形象气质完全符合呀。我只拍专业模特。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得开天窗了或者是说等到模特到了明儿我再请你来一趟？不合适。要不这样吧，我给林总打个电话，让林总亲自到现场指导。估计他要是来吧，这以后我们杂志就很难再跟你合作。拍也行，哎，但我有个条件。说。先让他去试衣服，然后再来看跟我们的女模特的契合度。如果不行的话，我也不拍。我的眼光绝对没问题，只要你别没事找事就行。走，换衣服。走。林总，这是新印好的杂志样章，我们已经都看过了，细节也已经刊物过了，您可以再看一下。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就拿去签字复印了。放着吧，我一会儿看。对了，给那个新来的实习生安排了什么工作？啊，新一期的专题拍摄，我已经安排他去了。谁在拍？就是那个很难搞、非常矫情的凯文老师。知道了，你去忙吧。好。你好，我看看。行啊，真的是个花美男。哎，对，快，凯文老师，男模到了。哎，你好，先试试光。快去。老师，我需要怎么？你站好，我试试光。好。女模特。来，快快快快快！你好，你好，好，你们站好，站好。男生，男生的身体不要那么僵硬，来，用右手搭住女生的腰部，好，放上，放上，放上，哎，好，自然一点，头往里靠。好的，好的，表情微笑，三二一。林总，您来了。不想当摄影师，喜欢当模特是吗？不是，我不喜欢，我是来……那个，林总，您别生气，姚远是来为了帮我，因为咱们原定的男模特他放了鸽子，而且凯文老师呢，他明天不能来拍。要不是姚远过来，咱们杂志社的损失真的是太大了。不过您要觉得不好。您就骂我，李总，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姚远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模特，但是他的气质特别好，啊，
拍出照片也非常棒，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花期，要体现的是纯纯的爱情，不是浓烈的欲望。两个人没必要靠那么近，若即若离的距离感才符合我们的主题。对，林总说的有道理。好了，继续吧。哎，继续工作啊，继续工作。我在这里帮你们看看。好，我们继续。好，来，我们开始。女生贴近一点，好，表情自然一下。三二一，停。距离，明白吗？明白。好，准备好，距离，保持距离。我们再来一张，看我，表情都自然一点。三二一，好，再来一张。女生，比个心。好，男生也跟着比心。OK， 来，非常不错。好的，三二一，停。我要的是清纯的感觉，你们两个这么亲密，会有清纯的感觉吗？好，再来，清纯一点。来，女生看男生，眼神交流一下。好的，三二一，停停停。这个女模，你看她的眼神那么媚干什么？不许看她。继续。好，再来一张，女生贴近距离。好 ，OK。三二一，停。刚说完距离，再分开一点。好，分开一点，我们重新来，再来。表情 OK， 自然一点，微笑。好，再来一张。哎，三二一，好，非常好。再来一张，动作伸展一点 ，OK， 三二一。统筹。可以了，龚总，您看今天能收工了吗？好，来，现场大家辛苦啊，收工了。跟我过来。明白。解释吧，我给你机会。那个，徐宇轩是我姐姐。姐姐？你认识的姐姐还挺多呀。不是，我就那一个亲姐姐。我知道你和她因为我姐夫的事儿有点误会，所以没敢告诉你。还亲姐姐？对啊，如假包换，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同父同母，你们不同姓？我跟我妈妈姓，薰宇娟跟我爸姓。是吗？现在想起了吧？想，我的户口本里有你。
昨天晚上辛苦了。快吃吧，一会儿上班该迟到了。那我们可以公开吗？不行，工作跟私生活还是要分开。快吃吧。哦。雨轩，还没好吗？再等一会儿。你两个小时前就这么说了，没什么事吧？再等一会儿。哦。来了。你今天真美，可是穿得这么隆重，让我有点疑惑。我穿成这样当然是有我的目的了。你们来太早了，宾客都没到齐呢。沐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礼物已经放到家里去了。么么么，我还担心你们忙来不了呢，现在我太开心了。嫂子，你穿这么漂亮，是想把我比下去啊？怎么会呢？肯定还是你最闪耀，而且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跟你完美的哥哥相搭配啊！狗粮我不吃，我一会儿还要吃蛋糕呢。沐雨，慧心，你们在聊什么呢？我一个单身狗，能跟他俩聊什么？当然是被虐呀！稍微等我一下，终于来了。大家静一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杜依娜，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现在她在全国开巡回画展，是位美女画家哦。你也穿得这么漂亮，我这个明星都要被比下去了。你呀，还是这么喜欢开玩笑。啊，生日快乐。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表谢意，我有礼物要送你。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这位美女画家单身哦，各位帅哥可以踊跃追求。沐雨啊，就喜欢当王勋开心是不是？好了，给你介绍一下我嫂子。年轻哥哥雨轩，我们又见面了。你认识雨轩？当然，前段时间因为言承哥哥，我们见过好几次呢。嗯，这就是你说那绿茶吗？嗯。哎呀，我还有事儿。你们慢慢聊。嗯。顾总，好久不见。你等我一下。杜依娜小姐，您这条件这么好，在国外怎么没有找个帅气的男朋友啊？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喜欢的人。哦。你们在聊什么呢？不告诉我也知道，肯定是在撩男人，对不对？少杰哥哥，你这情圣的第六感还是没变。别瞎说，你们一群美女在一块还能聊什么呢？
我还以为你只是言承哥哥的好哥们呢，那他重要还是女人重要？哎，你可别给我埋坑啊，是让我得罪人？这气氛让我有点不太舒服，我去别地逛逛啊。我陪他一起去吧。少杰，雨轩呢？他说和他朋友一起出去透透气。言承哥哥，最近雕刻的还顺利吗？哦，还可以。雨轩穿的太少，我得去找他。哎，是怎么回事？怎么陈走了？刚才瞪我干嘛？我做错什么了？我问问去。小姨娜，我还有点事儿，你自己在这慢慢玩啊。哎，你们。杜小姐，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下一部戏有一个女一的计划，你感兴趣吗？浩东哥，魏浩东，你都来了，为什么要躲着我？你知道我的鞋跟有多高，跑起来有多累吗？对不起。送我的礼物啊。生日快乐。既然你送我礼物，我也有回礼。礼物在房间，十点整，你去拿。你要是不去呢，就再也见不到我了。真是气死我了！怎么感觉你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生气啊？看到那个花花公子啊，我就来气，特别啊，是他还跟那个矫情女人说话。你这表现肯定有事情瞒着我，你快点给我招了。灰心，我有事跟你说。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你别躲着我，咱们好好谈谈行吗？跟你没什么可谈的。不行，今天必须说清楚。你们先聊。行了，说吧。跟我走。哎，你放开我！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走吗？在上面。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谈男朋友的打算。那就当交个朋友嘛。对啊，我们可以加个微信，以后出去玩我们可以一起。谢谢邀请，我最近有巡回画展，确实没有时间玩。那你的画展我们可以去给你捧场呀。我的画展只有懂画的人才能参观。哎呦，怎么你今天晚上穿成这样，不就是为了吸引我们这些富二代注意吗？你装什么清高啊？早上完了，真是冷。走走走，走吧走吧。哎哎，干什么？快道歉。你知道我谁吗？你敢打我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啊，顾慕雨下部戏是我投资的。是吗？那我替顾慕雨宣布他辞演这部戏。辞演？不是，你以为你谁啊？他可是顾言成，顾慕雨的亲哥哥。你就是顾氏集团总裁顾言成。违约金我赔，但是今天的事情我也不会善罢甘休。走吧，咱们别往上闹大。你还好吧？嗯，还好言承哥哥你来得及时。你赶紧回房间休息吧。我好像被吓得有点脚软，言承哥哥你能扶我一下吗？嗯。哎，你放开我！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慧心，我想和你在一起。你说什么？我说我想和你在一起。
沉重，有种魅惑瞳孔闪烁。你说什么？我没听清。你是最美的、唯一的、人间的理想，你是最浪漫、向往的、人间的理想。太温柔的胸膛，唇印的芬芳。可惜，我想好，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等你答案。我就这么被亲了。怎么是你、啊、看到是我失望了、啊、你怎么自己在这儿？我哥呢？我刚有点事出去了一下，回来就没有见到他了。哦，我明白了，他肯定在酒店房间等你。酒店房间？我哥没跟你说吗？我给了他一张房卡921，还进套房哦，是我送你们的礼物。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别这个那个了，快去吧。时间不早了，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先不管你了，拜拜。嗯。
你这是送你的礼物啊。沐雨，不好意思，我还有事要先走了。站住，你要逃避到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不适合谈这个。那你觉得什么时候适合谈？我从小就喜欢你，我18岁生日第一次对你告白，你什么话也没说就跑了，今天你还要这样吗？是啊，不是。敖东哥，我知道你也喜欢我，不然怎么可能我每次用同样的理由约你出来你都愿意上当。沐雨，我们都冷静下来好好谈谈。沐雨，我们是否互相喜欢已经不重要了，只要顾魏两家还是竞争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在一起。那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对，是我给了你希望，是我想见你。是我的错，我来是因为我怕你会做出什么傻事，但现在看来是我神经过敏了，对不起。魏浩东，你能不能勇敢一点？这是怎么了？